相对于台南市来说呢，其实台南市的阵容当中就是有韩国籍的选手，还有一场面对周北籍的比赛啊。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，所以只能延期再战，所以目前台南市仍然是还未开壶的一个状态。跟安彦都在路线上，但这一次并没有办法形成射阵，也是踢偏了。但是当然就我们讲这蛮靠中间的左右脚都行啊，没有一定要哪一个。好，用右脚来，好球，踢得还不错，但是距离有点远。那当然这个高山勋位置并不够深，禁区外的起脚，潘文杰脚没起，换到右边，人有点多。穆萨再做一个假动作，起左脚射得太正，还有机会。对，还有二波的机会，一样由他来掌握住。哇，但是你看福特洛在门前站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。危机还没解除哦。第二波的进攻，投进一个，绝杀他！哇，要到九分的积分，如果比赛就是结束的话，哇！福特罗，福特罗今天两次有点淡，看出福特罗今天没有放弃了。先是在比赛的后续马上追平，接下来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。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结果，头顶破门，太漂亮了！一领先的局面，曾经是一球的落后，到最终反而连进两球逆转比赛。